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4面啊，604面第三行当中，从文句曰这里看起。这是《法华经》文句，喜善权取巧，明观心精微。上面这句，明觉他啊，善能观机斗教。行权方便，下一句是明自觉，于观行善入敬畏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修学能有悟处啊，这就是敬畏。是如是自觉，乃能方便度他，随机应缘，故曰善巧。啊，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文句里面呢讲得非常好。如果自己不能自觉，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你就不可能随机应缘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很广。那么如何能够自觉。心地一定要清净，心地不清净，自觉是生智慧也。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啊，我们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它都生智慧，它不生烦恼。如果在顺境、善缘，你生贪爱、贪念，这就错了，这是凡夫，这不是修行人。在逆境、恶缘，你有嗔恚，那这也是不清净。啊，所以修行人在哪里修呢？就在境界上，特别是在人事环境啊，最能够啊磨砺清净心的啊。我们看《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53位大善知识。顺境多，逆境少，有没有？有，有逆境啊，也有恶缘，善缘恶缘都有啊。我们细心就观察善财童子如何应对，如何在这些不同境界当中成就自己。那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是磨练自己的。你在这个经教里学习的，你不通过磨练，那不叫修行。啊，清凉判华严，信解行证，
啊，你能信，你能够解，你不能行。修行就是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呢、啊。练什么呢？练随缘不着相。不着相就是妙用，就随缘妙用。啊，不着相呢，你的清净平等觉现前。啊，一着相，烦恼现前了，怨恨现前了，不平现前了，在这个东西现前，这些东西现前。是你往下堕落啊！你的性根结到此地完全瓦解了，完全堕落到六道里头去了，所以还是个轮回心啊！修行没别的，如何把轮回心转变为菩提心？世尊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地方转不过来，这修行功夫不但是不得力了，完全垮掉了。啊，前面跟我们讲的，菩萨以金刚智慧，金刚什么意思？绝不会改变，绝不会动摇，啊，绝不会为外境所转，这是真功夫。啊，凡是经不起环境考验，是风吹草动，自己心就稳不住了，这个难。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做再多的好事，都是人天福报。啊，念佛不能往生。往生，诸位一定要记住，一个最高、永远不变的一句话，那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啊。无量寿经的经题上三个标准，清净心生凡身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后头那个觉，觉是大彻大悟，生十报庄严土。啊，标准都在经题上。那我们平等跟觉达不到啊，一定要做到清净。如何清净？放下，这放下便是了。放下里面最重要的是情执，情执是最难放下的。啊，情执能放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对真正修行人是有好处的。啊，让你觉悟，这个世界可以离开了，应该离开了。啊！但是佛法不是消极，佛法是积极。古人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意思就是，我有一天这个生命，我这一天要尽职，要负责。啊，尽什么职，负什么责？护持。正法救助，
帮助有缘众生，那就做这两桩事情啊。用什么手段呢？自己读经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他老人家当年在世，什么境界他都经历过，那比我们现在更苦啊！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跟他相比，我们是天堂的生活。佛在世要想到啊，他每天居无定所，树下一宿。世尊自己规定，树下只能住一晚上，不能住两晚上。第二天要搬到别的树下。啊，为什么呢？怕你对这个树下的起贪念。啊，这个树大，树荫大，坐在底下很舒服。明天还到这儿来，你贪心起来了。啊，所以佛这个戒律是这么定法的。那让你每一天换新的换新地方，不要在旧地方。啊，让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了，没有丝毫牵挂了。那我们今天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功夫不够，体力不够。那人家天天在树底下，不怕风吹雨晒啊，日晒雨淋都不怕啊。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呐、啊，身体好啊。我们在野外如果是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在加护病房，就是找麻烦了。啊，但是，佛为我们所示现的这种精神，我们永远记住，常常念住。啊，感佛陀的恩呢。啊，讲经教学，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啊，他是彻悟了，字字句句都是从自心流出，所以他也不需要准备，他也没有讲义，啊，连个大纲也没有。啊，49年，不容易啊。那我们今天学习不离开经本，不离开经本就是不离开世尊的教诲。啊，学习要懂得善巧方便。啊，学习的善巧方便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不知道。佛所说的一切经不是为我说的，是为一切不同根性众生说的，我只要在一切经里面选一部契合自己根性的，啊，然后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成功了。啊，要多长时间？至少10年。那在现前这个环境，我们还敢说还有10年吗？不敢讲啊！啊，许许多多危机都在眼前，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修学是分秒必争的。每一分钟
都不能空过啊。怎么修法？念佛，老实念佛。啊，心里面除了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对自己的要求，决定往生净土，决定见阿弥陀佛。啊，其他不是我们要的，我们想要也要不到。啊，从因果上讲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福分了。啊，要什么？无论什么环境，身心都安稳，这就很了不起了。一切都不要计较，什么日子都可以过。啊，只要我这句佛号没丢掉，我这一天的光阴就没白过。啊，经教的神书，这个地方是什么？观心精微。极其精微，是增长我们坚定的信心。从这个地方也出生随机应缘的善巧方便。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发喜呀。那像菩萨一样啊，啊，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修学，一天比一天坚定，无论是信心、愿心、戒心，天天都在增长。啊，能保持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下面，念老举《华严经》上十种善巧，啊，他把它都抄在此地。华严经名十种善巧智，你看，善巧方便的基础是智慧，不是烦恼。不是知识，知识里头没有善巧方便，纵有方便不能加善巧。啊，智慧里头有善巧方便，啊，所以善巧后头加个智，第一个。了达佛法甚深善巧智，啊，头一个认识啊，这是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你要明了，要通达佛法甚深，因为他没有止境。啊，就是一部小部经，文字不多。你看《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势至菩萨圆通章》244个字，
义理境界深深。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尽了啊，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说，哎，这部经啊我圆满了？至少要八地菩萨我们前面学过的十地十种真如十地，哎，就这244个字啊！如果自己没有证得八地，那个意思你不能够究竟圆满的理解，这一定要懂。懂得这个道理，一部经、四句偈、我们可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长时是常年累积。啊，因为就这一部经，从初发心就能证到究竟果。因为法法平等，无有高下。那最少的呢？还有没有？有，最少的是一句佛号，4个字：阿弥陀佛。你就用这4个字，从发心。也是证到如来的。这4个字的究竟义，深广无尽呢，也得到八地才能知道。啊，没有到八地，不能尽其义。此地讲啊，善入精微也。啊，八地才真正善入精微。啊，因为阿弥陀佛4个字包括了全部的佛法。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这4个字包括尽了。它是总纲领啊。啊，所以对于信解行。啊，能够升起喜乐，叫法喜，这才真正有受用。喜乐不能升起来的时候，没有境界，就吃东西没尝到滋味，啊，吃下去了，囫囵吞枣，什么味道不知道，这不行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出生广大佛法善巧智。啊，从甚深，然后广大，这就说明佛法深广没有边际。什么是佛法？先说法字，法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法这个字的意思要懂啊。法是宇宙啊，我们通常讲一切理事性相因果，这6个字就都代表了，都包括了。法是一个总代名词，一个字。
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性相离世因果。那佛什么意思？佛是觉，佛是通达明了，没有错误，正确，就是说你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一切法的性相离世因果，你全明了。这叫佛法，哦，这个不容易，这个太难了。可是佛有善巧方便，告诉你什么？在一切法里头，你只选一法，你就从一法里面去专修，啊，是这样，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那么这个法呢，我们通常讲指经典，把意思尽量缩小，啊，缩到经典，经典里面缩小到一部经，啊，这是古大德他们所用的方法，啊，我们不能例外，也用这方法，我学一部经，啊，一生就专学一部经。在这一部经里面得三昧，这头一个三昧说就得清净心，你心里头只有一桩，其他都没有了，容易得清净啊。三昧得到之后不放弃，依旧勇猛精进，他就开智慧了。这智慧一开，不但你这一经通了，所有一切法全通了。如果一切法没通，你智慧没开，智慧开了，肯定一切法全通了。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最好的榜样。啊，他年岁并不大，24岁，开悟的。那么他在黄梅8个月，五祖叫他舂米泼柴。这8个月他修什么？你能体会到？他8个月在修定呢。别人修定是在禅堂里头念笔打坐，啊，他修定是行住坐卧都是定。这是高级的禅定啊！动中又不动啊，身在动啊，心没动啊，真禅定。啊，所以你在形式上看不到，看不出来啊。啊，这叫妙用。那一般修定的人，你能说神修禅师没功夫吗？他天天打坐，天天修定，为什么没开悟？身不动，心在动。啊，心在动，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
定的功夫不够，所以不开悟。慧能大师一天到晚工作，努力的工作，因为他个子小，个子小，聪明，聪明是他对呀，聪明，力量不够啊，怎么办呢？找个大石头绑在腰里，啊，让身体重量增加，那个石头现在还在。你们到韶关南华寺还看得到，咦，这东西还都在，啊，当年绑在身上冲米的，啊，他身在动，心不动，啊，他的心确确实实就是这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啊，人修了八个月清净平等觉，别人看不出来，老和尚看出来了。老和尚为什么看出来？老和尚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他什么不知道？学过的知道，不学过的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小乘二果，这个地位都知道啊。二果四道汉啊，他的能力恢复了四个：天眼、天耳、他行、续命。啊，六种神通他有四种啊。啊，他行就是别人的境界，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啊，五祖怎么能不知道啊？哪有这个道理的？啊，定从哪里来的？放下来的。那真放下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慧能大师24岁是什么境界？不但是一切境缘当中不分别不执着，他决定还有不起心不动念，他才能大彻大悟。如果只是不分别不执着，是一般全教菩萨的境界。十法界里面，佛菩萨是那个境界，那个不行的。啊，肯定他在境缘当中已经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也就是说，他成熟了。差的是什么呢？差的是祖师给他印证。就好像最后这个考试啊，差这个考试啊，五祖忍和尚把这个最后这个课程给他补进去，他就功德圆满了。啊，那么这个修行人反复不认识五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他传法为什么不传，不选别人去选他？啊，所以佛法也就是一切法，它的性相离事因果，深广无际。为什么？因为他的体是自性，自性深广没有边际，自性所现的一切法，当然也是深广无际，你怎么能小看？你怎么可以轻视它？现在这一个时期，明心见性的这些大德没有了，为什么没有？我们再想想。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他没有意思，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来？感应。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感的人，就佛菩萨不来了。啊，用什么感呢？这过去李老师教我。用尘，尘要真诚到极处，叫至诚啊！所以老师给我四个字：至诚感动，这他教我的啊！你有至诚呢，自然你就跟佛菩萨有感应到交。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至诚的人。啊，那至诚从哪里？至诚从真心来的。现在人不相信自己，现在人怀疑，对什么都怀疑。啊，对自己怀疑，对一切有情众生都怀疑，对父母怀疑，对老师也怀疑，对祖宗怀疑，祖宗留下这些东西都怀疑。对佛菩萨怀疑，疑糟糕了。疑这一个字，把所有一切的信德全破坏了。疑之害，超过贪嗔痴慢。啊，因为疑是全盘毁掉了。啊，因为疑。你看，大地松散，这地都不坚牢了，啊，所以地会沉到海底，山会倒塌下来，佛陀给我们这些开示。我们细心去揣摩，细心去思维，去体会，他句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是假话。啊，今天众生，大多数人，贪嗔。痴慢疑五毒居住啊，
啊，所以佛来了也没法子教他。那佛来不来呢？佛慈悲，还是来。为什么呢？这种现象就是感，这不善的相啊，那是感了。那佛菩萨是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实现是灾难的。灾难的目的在哪里？是叫你觉悟，是叫你回头。你看看，顺境逆境都能帮助你，都能成就你，全是善缘。那在今天，我们就要真正觉悟，对一切众生要生出真正感恩的心。啊，顺境逆境要感恩，善人恶人都要感恩，没有一个不是来启发我的，没有一个不是来成就我的。我们念头一转，境界就不一样了。啊，这记住佛在经上的一句话：境随心转。啊，凡夫没有觉悟的人，是心随境转；觉悟的人是境随心转，这不一样。啊，《楞严经》上佛说的：“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啊，你能转境，你就是佛菩萨。啊，你就是正确的。你被环境转了，你错了。啊，那我们的佛就白学了。第三，宣说种种佛法善巧智，这是教学，讲经教学。你有能力宣说啊，你要不是真正深入甚深法藏，你没有办法宣说。自己深入之后啊，你这个善巧智慧就升起来了，你能够教人，能够把每一桩事情讲清楚、讲透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帮助他建立信心。啊，他没有信心，要帮助他建立信心，要帮助他建立愿心。啊，这个愿在净土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要真能接受，要真干，这个人就得度了，就成就了。那你要是让他真正发心真干，你自己要不做出榜样，他的心愿是如水倒心的，啊，露水呀，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这就说他信心刚刚发，很猛。啊，几天之后又被外头环境所转了，又堕落了。
这种人太多太多了，不能怪他。啊，李老师早年告诉我，有几个人听一次经就开悟了，听一部经就证果了，没有啊。啊，所以才提出常识熏修。啊，你想帮助别人，你一定还做个好样子给他看。哦，他看到你真干，他相信了，他信心才不退。啊，所以这个好榜样太重要了，特别是在现代，你不做出个好样子，你跟人家讲不相信。啊，做出来他相信。啊，对老祖宗没有信心，就是对传统文化没有信心，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啊，而是真认识，他会真干，他会真做到。为什么呢？他乐此不疲嘛，他这个里头有法喜啊。有真乐，他才干呢。干了什么有乐趣？谁干的？啊，佛法也如是啊。你在这个里头没有尝到法味，你肯定退心了，你没法子继续。啊，尝到法味要善根。善根过去是修的，这一世要再接着干。啊，过去是没有，这一世很难建立。啊，过去是有，你得好好去栽培它。啊，帮助他成长，帮助他坚定不逆。啊，他就会成就了。啊，所以说法，啊，说法的善巧智。第四呢，证入平等佛法，展现善巧智。啊，这一条那是功夫了。你自己没有证入平等，你决定不能帮助他证入平等。啊，结容易。你说法，他懂了，他明白了，这个容易，真不容易。啊，真是真功夫，是真实的享受。啊，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不是有地位，不是有财富，这个东西与财富地位不相干。啊，这是有真的法喜，有真的快乐。啊，你没有真的通达离世心相，这个快乐生不起来。啊，这是自信的性德流露出来的，法喜充满了。啊，第五个明了。差别佛法善巧智，你看先得的是平等，平等之后就是差别智，平等智是根本智啊。
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就是平等心，在我们净宗教一心不乱。一心是定，不乱是慧。啊，定慧等持。从根本智发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没有根，哪来的枝叶花果？枝叶花果是差别智，啊，像个植物一样，根本。那是平等智，所有这个大树，所有的枝叶花果都从它生的。啊，差别智是了达一切法差别相啊，跟差别的作用。啊，这就是佛法讲的无所不知。那平等智呢？是般若无智，无智是平等，差别就不平等了。啊，差别是根。啊，这个平等是根呢，差别是枝叶。啊，差别是对谁呢？教化众生用的，那根本智是自受用，清净平等就是自受用，啊，清净万论是他受用，啊，帮助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善根福德不相同，所以教化不是一个方法。啊，无量法门呐！啊，明了差别。啊，第六，这更深入了。前头是明了，后面是悟解，无差别。佛法善巧智，前面是差别，这个地方是无差别，差别当中的无差别，这是圆满。差别是假象，无差别实相，差别是幻象，无差别是真相。无差别在哪里？无差别就在差别当中。古人用精跟气做比喻，以精做气，气气皆精。你看到气是差别，你看精是无差别。精就是气，气就是精，精气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你要是通达了，就圆满了。在一切诸法里头，你不会起心动念了。当然，分别执着决定不会生气。你才回归到自心本定。啊，第七，深入庄严佛法善巧智。庄严佛法是自他两种受用都具足。
这个庄严是般若智慧里头成就的，自然成就的，要不要去设计？要不要去施工啊？去经营、去建造，不需要。我们现在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成就，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建造，没有人施工，自然成就。我们一般人很难相信。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自然成就。你要是了解这桩事情，对极乐世界的成就就不怀疑了。啊，我们人间种种庄严，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是从我们幻想当中生的，我们先想。然后再设计画图，再来经营打造，是从这来的。哎，连穿一件衣服都是的，叫设计呀。啊，吃一餐饭也是头来想想菜怎么做法，怎么调味呀，那都在设计啊。那我们这个世间什么人不需要设计？给住手！欲界第五层天就没有了。第五层天叫化乐天，他所需要一切受用是心想事成，他心里想东西就现前。这什么个道理？佛讲过，经常有，哪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为什么能够想成？我们想不成，我们的心散乱。啊，散乱心没有这个力量，他们的心集中。啊，集中说，这他心是定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的光，啊，我们灯光散乱的，四面八方都找到。科学家懂得把这个光缩成一条线，哦，那个力量就大了，叫激光，把光集中，啊，让它这里一个点，这个光。能够穿透钢板，那还是这一束光啊，就它把它集中，集中这个力量太大了，我们的念头也能够集中，不散乱，集中这就是定。啊，第五天，化乐天的定功就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就这个能力了。啊，第六天更高了。啊，到第七天真的成就了，初禅了。啊，真的禅定了。禅定那个意念力量就太大了。啊，这色界、欲界、色界都有这种能力，何况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定功比欲界第六天，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高明太多了。不能比呀，
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自然现前的。世尊为我们介绍，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这说的最多，说的最详细，都没有人涉及。没有人涉及，为什么会这么好？是在他修学功夫没有成就之前，啊，你看他是比丘的身份，刚出家人。法藏比丘，那个时候想的很多，无戒修行，修什么？修定修慧呀！啊，不管是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修的戒定慧，修的是十波罗蜜。啊，这个是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修这个成就的。啊，六度跟十度是一不是二。啊，十度不过是把般若波罗蜜再展开。啊，说它的种种善巧、方便的使用，展开了。啊，六度的时候，它是归纳在一起，一个般若波罗蜜里头要都讲清楚，智慧有体。有相有用，那十度的则分开了，都讲清楚了。啊，所以十不多，六不少。啊，它同样的，啊，菩萨就修这个。修多久啊？五戒的时间。这师尊在这经上告诉我啊，五戒修成了48愿啊，什么叫成就？48愿自然现前，愿愿都现前。啊，现出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一真庄严。无与伦比，十方诸佛世界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因地的念头，果地上自然现前，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学了几十年，对这个问题才稍稍有一些体会，不怀疑了。啊，以前虽然学这些东西，总是有一些心不踏实。啊，没搞清楚嘛，总是有怀疑。啊，通过60年，天天在琢磨，天天在学习，啊，还在生活当中去练呢，啊，慢慢的体会。
啊，体会到好处在哪里？断疑生信，不再怀疑了，对这个事情能接受了，啊，对自己修学就有帮助了，境界自然向上提升。啊，下面第八，以方便入佛法善巧智。哦，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第八，一个方便就行了，不要多。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不少。啊，那多也不能算多。啊，还是一方便，多不方便。这特别对于初学。啊，所以学东西，一定是先是一门深入。啊，佛法常常用植物来做比喻，是很有道理的。你像一棵大树，啊，大树的长成，它先是根，从根生一个本，主干的是本呐，叫根本呐，根本也就是一了，从根本里面。生干，从干里面再生枝，枝里头再生条，啊，干、枝、条、花果都不离根本，都是从根本生的，懂得这个道理。你先一门深入，用一部经做你的根，用一个法门做你的本，你在这个上面学，一直下去。啊，等到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了？三昧现前就开花了，智慧开了就结果了。啊，守住这一个，这个原则，这叫持戒。啊，戒就是守规矩。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戒律。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是古时候普通人，现在。很难讲了，因为古时候啊，从小都受过家庭教育，啊，也就是说，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大概都在15岁之前扎根了。啊，从小学。这么长时间熏修啊，扎根了、啊。他对这个深信不疑，他能做到。啊，所以他的心是定的，他不会心浮气躁。他很懂事，很能明理。啊，这样的人，有3、4年。一门深入，啊，3、4年的熏修会得定。啊，在佛法，你譬如我们学《无量寿经》，啊，一心专注，其他通通放下，世出世法全放下，3、4年就得念佛三昧，
啊，六七年呢，就可能开智慧。不能大彻大悟啊，他有大悟。大彻大悟是全明白了，我们这个前面也学过啊，没有这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佛，啊，大悟呢是菩萨。一般讲开悟呢是阿罗汉。啊，所以它有等级的，啊，不能到大彻大悟，确实能到大悟，啊，菩萨51个等级，你要不断的要往上提升，啊，精进不懈。啊，到大彻大悟，与佛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一方面入佛法的善巧智，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在中国，古大德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所传，这些弟子们也是学了一段很长时间，都有效果。这个方法不能改，改就错了。啊，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了。啊，以前我们不相信啊，认为学东西要广修多闻的，啊，所以多才多艺，一般人很羡慕多才多艺，广修多闻，他什么都通。啊，殊不知，那个通不管用。出了问题了，不能解决。啊，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没人能解决。今天地球出了问题了，啊，今天有同学拿给我看一份电脑上下载的资料，最近这个月的灾难，这个月才几天，才8天，今天是8号还是9号？啊，我看到差不多将近有50个灾难，40多，接近47、48个。那还有20多天，这一个月绝不会少过150条。不能解决，这就说明广学多闻不如一门专精啊！可是，一门真正到了精微啊，善入精微，恭喜你，你什么就一切通达了，你就能解决问题。啊，唯有一门深入，才能达到精微。精微是明心见性的。啊，像水一样，把源头找到了。啊，这才能解决问题。第九，无量方便入佛法善巧智。
一门深入，大彻大悟，无量方便就现前了。为什么呢？到这个时候，你不用学，所谓是无私智、自然智，全都现前了。啊，只要明心见性，事出世间一切法，你没有一样不知道的。你的明德就大放光明了，你自己自度了，你就能度人了。是无量方便入佛法啊，最后一条，知无边佛法了。无差别善巧智，你为什么会一切都知道？因为一切法无差别，你只要知道它的性、它的现象、它的作用，你全明了了。啊。这在教下叫大开圆解，在禅宗里面叫明心见性，在净土宗里面叫离业心不乱，同样的境界啊，这从教下讲大开圆解了啊，这是什么智慧呢？佛经上常说的一切种智。啊，一切知，知法总相，道种智，知法别相，就差别相。这些法什么道理？啊，种是种种法，种种法什么道理？会生起。升起什么道理，起什么作用，这全知道了。故知摄种善巧智，皆源于深入精微。这精微说明心见性啊，彻净心源，从根本之而差别之，故能了达出生宣说。正入等等住山桥之也。后面这几句念老说得好，话不多，很清楚，交代的清楚明了。啊，所以摄种善巧智，多源源于深入精微，深入精微就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你对一个法门没有入精微，没有彻净心源，不算成就。佛法。像一个球一样，我们用球来做比喻。球外面周缘上一个点是一法，无数的点呐、啊。你一个一个圆球上无数的点呐、啊，每一个点都同圆心。圆心是什么呢？圆心就是彻净心源，
就是深入敬畏。你只要从这一个点，你深入下去，正确的方向，通到中心、圆心，你就全都明了了。为什么？所有点都不离圆心，没有达到圆心，你只知道这一点，其他的不知道。到了圆心呢，全知道了，就这么个道理。万法的心是什么？是自性呐。只要你见性啊，你什么不知道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八万四千法门是这个圆山的点，所以说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呢？任何一点都能够到圆心。必定到圆心你只要把圆心找到，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现象是人老了，年轻的时候没这个现象老了有现象，不足以为怪很正常。我们再往下去看这样从根本之二生差别之，我刚才用数作比喻故能呢了达出生。这叫什么？万法。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出生说这个玄殊，你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不但能讲清楚讲明白，你还能证入等等诸三巧智，你全都得到了所以古人这个方法决定不能轻视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念头，古人智慧不如今人，你有这个念头你就完了，那你的自作自受，你要受罪了而佛告诉我们的，一切众生的智慧是平等的古人不比我们差，我们也不会比古人优越，是平等的。你看《华严经》上讲的多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平等的。问题呢就在迷跟悟。我们今天迷了，迷得很严重，古人比我们久。所以古人东西要跟我们现在相比，他比我们好，我们不如他。我们今天一般人讲，现代人的科学技术超越古人，你这个话跟我讲，我不承认。我为什么不承认？这些科学技术古人都知道，他不愿意发展。你问为什么？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不过300年，今天看到了，要付出代价。这代价是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武战争、生化战争，这个战争一爆地球上至少要死一半的人数，
现在地球是70亿人，一半差不多要死30多亿、40亿，这就是你付出的代价。所以，老祖宗有智慧呀，不干这个傻事。现在飞越地球，绕地球一周，一天的时间就够了。人情味没有了。你说在古时候，不要那么远，1000里路，修个小马车，马车要快，一天能走100里，1000里路。如果以台湾来说，台湾从南到北1000里，10天才到达。稀客，那个人情味多浓厚啊！从了10天才到啊。现在呢，1、2个小时就到了，人情味没有了。这就是时间是缩短了，人情味没有了，这是你付出的代价。你有没有能觉察到？这古人生活在诗情画意的世界呢？这个境界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了，感受不到了。那种真善美的感受没有了。现在的感受是烦恼。然后你就想到，还是古人高明，还是古人聪明，不发展。社会永远是安定和谐。人民生活真快乐，真幸福。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就好像生活在兵荒马乱之间，没有安全感呐。人生在世间没有归属啊，在从前有老家了，现在哪里有老家？老家是一个人的根呐。无论你遭遇到什么苦难，老家支持你。老家是你一生的保障啊！现在没有了。从前老家是大家庭啊，每一家都有祠堂啊。知道祭祀祖先的，一年有好几次祭祖啊，不忘根本。现在人没有根本，真的是孤苦伶仃，苦不堪言，什么造成的？科学技术造成的，科学技术在什么时候，它有完全是正面的利益，没有负面的。该注意是，你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极乐世界的科学登峰造极，只有正面没有负面，带给人决定是健康的，带给社会是和谐的，带给山河大地是监牢的，坚固的，不一样。佛法里头有科学，尖端的科学。佛法里头有最好的哲学。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决定。什么是决定？是指定而无以改者也，这叫决定。有圣曼宝窟曰：“决定为信也。”这句话说得好啊！信心是决定啊。那么现在人信心没有了，所以这心是浮动的，他没有决定啊。一切时，一切处，见异思迁。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所以他没有随机应缘的能力。啊，故善巧者，随机应缘。决定者呢，真实不变。这两句话可以解决我们先前的社会问题。啊，就是善巧决定，啊，随缘善巧，真实不变。可见，都在一念之间。啊，灾难现前了。布莱登说得好，因为布莱登有信心，啊，有决定。他说，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能够觉悟过来，大家一起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问题就解决了。啊，社会马上就安定，地球上灾难立刻就化解了。这美国人讲的，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看过他一本书，叫《解读末世预言》。啊，这本书是他写的。讲得好，他看的东西是很多，啊，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他看得很多，他的结论很正确。啊，我听说美国拍的那个片子《2012》，里面有他的镜头。我看《2012》，大家指给我看，好像有四次。出现四次，啊，所以信心能解决问题。那正好，现在人没有信心，那麻烦就在此地。对古圣先贤不相信。对历史经验不相信，对自己也不相信，那怎么办呢？那没有法子了，真的是佛菩萨神仙来也没办法啊！
这才是真正严重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上句觉他，下句自觉。自觉觉他了，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呢？教学相长。这是中国古老祖宗们教导我们的。他们一定是从经验当中得来。我们只管学，求自求，不教别人，它有局限性，很多问题不能突破。如果肯教学，喜欢讲给别人听，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欢喜跟别人分享，也不障碍别人学习，也能帮助别人成长，这个心量好啊，善良啊，他一定会成就。自己好学，嫉妒别人，这个学问是假的，不是真的。孔子讲得好，《论语》上有一句话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真了不起啊，道德学问，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人，大圣人呐，这施教且令啊，其余则不足观，真的傲慢，吝啬。吝啬是指什么呢？不肯成就别人，怕别人超过自己。这个吝啬是讲这一点，不是指别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嫉妒心。希望自己是世界第一，不愿意别人超过。孔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真善，自己成就，希望别人都超过我。为什么？你聪明啊！别人都超过我，他们在造福啊，我在享福。别人都不如我，我好辛苦啊！我造福他们享啊！你说谁聪明？所以古人，你看看中国从前做官戴着乌纱帽，那个乌纱帽像楼梯一样啊，前面一层低，后头一层高。这是表罚的呀，你做了官了，你是为人民服务了，你要记住，希望什么呢？前面是自己，后头是后人，后人要超过我，常常存这个心呐，希望别人都超过我，我这个水平是最低的，都超过我，这社会多美好。如果我是第一了，别人都不如我，这社会完了。我今天做的最高峰啊，那真可怜呢。怎么办呢？提拔下一代，培养下一代，全心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第一功德。没有比这个功德更殊胜，没有比这个功德最大的，真是功大功德，最伟大的事业。释迦牟尼佛不做官，释迦牟尼佛不经商，说明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要的是什么？提拔后人，栽培后人，成就后人，大德了。啊，所以大富大贵不如他了。大富大贵，人谁知道啊？千万年之后，没人知道。啊，他做的这桩事情，千万年后人都纪念他，都还崇拜他。啊，人有没有真智慧？从这里看。所以，人在这个世界要学谦虚，要学恭敬，啊，一定要学圣人，怎么样成就地下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下一代。啊，这样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我们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虽然没有爵位，没有财富，啊，它真有价值，真有意义。他这一生没白过，啊，这是圣贤人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周公有地位，有财富。啊，他的哥哥是武王、帝王，啊，他也是王子，文王的儿子。可是这个人谦虚，这个人接纳别人的意见，啊，什么人跟他去见他，他都平等对待。啊，给他提出意见，不管是好是坏，他都接受。他有智慧判断，可用不可用。所以，人人都愿意亲近他。啊，念念为国家培养人才。辅佐成王，他的职位是太傅，成王的老师。他教什么课程？教伦理道德。啊，皇帝有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太保，太保教的是什么？卫生保健，教这个。第二个老师太傅教你伦理道德，第三个老师叫太师，教你怎样治国，啊，齐家治国，教你这一些学术，三个老师啊，三门课程。啊，成王的太师就是教他治国、治家、治国的，是姜太公。啊，教伦理道德就周公。
叫卫生保健，是少公，也是他的叔叔，小叔。啊，所以周有陈康之治啊，汉有文景，唐有贞观开元，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天下最安定，人民最幸福，啊，社会和谐，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静言疏曰：“专要求法，心无厌足啊，自利方便呐。”人要有这样的志气，要真正好学，专要求法。这个药是爱好，念去神啊，做动词讲，爱好啊，专爱好求法，求世间法，求佛法啊，世间法是圣人之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法，啊，也就是要求伦理，要求道德，要求因果，要求圣教，啊，圣贤人的教诲。求法的心没有厌，没有足啊，学无止境啊！人生在世，能活一百年的不多，所以时间很短促，要知道爱惜光阴。啊，什么最宝贵啊？光阴最宝贵。啊，现在人也看重光阴，但是方向错了。啊，分秒必争，去争钱、赚钱，去争地位，都是名利。啊，好学的人分秒必争，求学问。啊，自利方便，求自利呀！啊，方式方法便是适宜，啊，适当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求学。常与广说，至无疲等，证明。利他，所以论法无厌呢，是利他了。也就是说，自己学的，喜欢给别人分享，啊，在古时候。师道有尊严啊，要轻法了。所谓是知问来学，未问往教啊。你亲近善知识，向他求教，他欢喜跟你讲。
你要是说，我家环境比你好，你到我这里来教我了，他不来呀。为什么不来？恭敬心不够，沉浸不足。沉浸不足去了没用处，你学不到。这个不是老师要摆架子，不是的，那你完全错会意思了。老师看学生，你能够学多少？你能得多少？不在老师，在你的沉浸。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没有沉浸心，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你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老师教人呢，是看学生的沉浸呐。看学生的禀赋，他能学多少？我跟你讲，看学生的程度。老师从这儿决定。我在年轻的时候遭遇是非常的苦难的。一个人到台湾，在台湾无亲无故，生活非常艰难。自己也没有学历，有能力没有学历，今天这个社会是需要学历的。我的学历初中毕业，人家会给我什么工作？最低层的工作给我。那多苦，多可怜。我遇到的三个老师都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教我特别照顾。凭什么？我没有给老师送一块钱。没有钱。老师教我的时候是义务不收学费，而且特别教。你看张家大师跟方东梅先生，上课在哪里？在他家里，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星期天。凭什么？我自己那时候感到很幸运。10多年之后，我才想到，就凭我那一点尊师重道的心，沉浸，我还有那么几分沉浸心。这个对老师的沉浸，是小时候父母教的。这一生就占了这个便宜。没有沉浸，老师不教你。我们本来不敢求老师这个教法，只是求老师准许我旁听他学校的课程。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我们想去旁听他的课程，就心满意足了。没有想到他自己开口不要我到学校去，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到学校，你会一无所得。
我当时听了凉水浇头啊，这老师不要了。啊，所以我的表情当然很沮丧、很难过。他看到了，啊，我们这样坐了大概有5分钟。他老人家说了：“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这到哪里去啊？做梦也想不到。”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是这样学法的。啊，虽然我们的学历程度只有初中毕业，啊，以后方老师这些学生知道老师这么对我，所以他对我们也就特别另眼相看了。啊，跟张家大师也是如此，1个星期见一次面，2个小时，3年如1日啊！啊，凭什么？就是印祖所说的沉静，啊，还有几分沉静心。大概老师也曾遇到学生有这一点沉静心的不多。啊，所以心量大，可以教的不能放过，要好好的帮助他，成就他。啊，我们感激老师的恩，我们今天对年轻人可以教的有诚信心的，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啊，过去老师帮助我。啊，这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啊！啊，世世代代有人才继续干呢。啊，续佛慧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